不会在门口遇到曹光了吧？青笛香，哎呀，我突然想打针了。我也不知道二喜怎么跟曹光。你发烧了。刚刚电话里你的声音就不对，穿那么多也不觉得热。 你不知道自己发烧了？我没觉得烫啊。微微，微微，你终于醒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针打完了？哎，你先别管我了。 看看你还烧不烧？好像还是有点烫。你刚才晕倒了，把我和大神都吓坏了。还在烧，再睡一会儿。 你这个舍友，意志很聪明伶俐。体温计呢？拿出来，再测一下。39度。怎么升这么快啊？明明之前都不烫了。 知道教训别人不打针，自己呢？快去房间，躺好。 去倒杯水。雨水滴在我的外套，思念轻动我的衣角，你给的暗号微微一笑，出现的刚刚好。 擦肩而过你的发梢，像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其实真的没觉得怎么难受。根据经验啊，都不用吃药，明天肯定好了。闭上眼睛，睡觉。 你也早点回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的时候别忘记把门关好。 不会吧？你还在啊？
你不想吃药，晚上也许会烧得更厉害，我留一会儿。我好像好了。退烧了，我想过了，以后还是把你放身边带着。啊？你不是在游戏里很喜欢当我的跟班吗？继续当吧。可是，阿爽师兄给我的任务我还没完成呢。不理他了。我心疼。手游有几款手机不适配，经过调整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，但是有两款机型可能是因为显卡的问题，隔一段时间会出现黑屏的现象。市面上这两款机型比较少，我在想咱们是不是可以放弃掉。嗯，早上我跟风腾通话，发布会的时间会提前到9月底，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尽快解决。哦，经过1个多月的赶工，我们的 demo 初步已经完成了，不过还有些地方需要优化，比如打斗时动作的流畅度还有衔接方面。哎呦，我觉得没必要这么着急吧，咱们的这个动作的流畅和衔接已经超过其他游戏了。再说了，除了老三你这变态的眼神，谁能看得出来这么一丝丝丝的跳变呀？反正我是绝对有信心拿下这个任务，就是要我们等优化之后再做。我来做吧。算了算了，还是我来吧。你呢，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。不过老三，这个游戏是给所有人玩的，咱们这款游戏低端显卡带得起来吗？所以我打算进一步优化算法，在同等画质表现下尽力压缩模型面数和贴图像素。哇，老三，你这个自虐的可是有点超凡脱俗了吧？你自己一个人做？原理不难，要实现很难。时间很紧，我回家做吧。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也不是很紧。今天就先到这儿。对了，阿爽，有一件事我想征求下你的意见。我最近手下有点人手不足，想跟你借调一下你手下的员工。微微，你好了。是啊，我恢复得快。切，明明是你家大神对你施了温柔法。错了，是精神疗法。我今天啊就可以看到大神他们的 demo 出版了。好好好。嗯，送，祝你的女神请个假。是，请用膳吧。我说的是女神，又不是女仆。你这叫人逢喜事精神乱呀。哎，你今天也去上班啊？去呀！我还准备着你来公司之后配死你的曹光。嗯，早上我转账给你了。啊？你呢，先还给曹光，然后呢，我就成为你最大的债主。赶快赚钱，我只剩600块生活费了。